2006年相识到今天的点点滴滴，相识11年，结婚4年，感情那么好，真让人羡慕。两个人都是演员，都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。王雷读中央戏剧学院很早，当初他还很小，刚刚初中毕业，因为个子高被表演系的老师看中，之后才决定走向艺术这条路。王雷当初来到北京考中戏，考电影学院，又考上戏，三个学校全部考中，专业课在中戏考了第一名，电影学院考了第五名，这才是真正的学霸。王雷和妻子李小萌合影，每年有一张合影，能够将每年的合影都保存这么完好，王雷也是一个细心的人。现在两人有了一个可爱的儿子，一家三口满满都是幸福味道。2013年，也就是在李小萌的毕业典礼上，王雷在全校师生的注目之下求婚成功。两个人在交往了7年之后，终于有情人终成眷属。李小萌与王雷的婚姻是娱乐圈中鲜有的1+1=2的婚姻，两人在结婚几年之后依然可以保持初恋的感觉。虽然有了孩子，但并不影响两人之间的感情，生活也因为孩子而变得更加美好更完整。最难能可贵的是，两个人低调的凑在一起是真的低调，即使结了婚也没有大张旗鼓，私下里更没有炒作，没有